就写热烘烘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还不行。地域，然后呢？哦。好，那一般其实安尼嘛不要紧啦，啊，通常会讲爱靠边嘛，啊，其实都 OK 啦，哦，都 OK， 嘿啦，都 OK 啊。住一边嘞，没关系，冲就可以嘛，冲平。OK， 看起来不错。对啊，其实都不过，那个不是都中等的。好，没有，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先让他吃到水嘛，对不对？起码全部拢吃到水啊。哦，可以。我当初也从拢拢放袂起来个地方。应该还好啦。好，安尼咱已经食水啊，吼，食水，啊伊开始，哎，有。有啊，我拢听听滚着。已经有动了，对不对？趴下去了，他就啊，我在补水。好。好好好。啊，这是刚烘起来，对不对？刚烘起来，它会烘较紧。对啊。好。那试一次水，因为刚刚有冒水出来，像我们第二次。食水，好，那旁边是出水，我们就停嘛。好，再来，要第三次了，等啊，插下去再插下去。那我们有讲过嘛，就是你要跟他比耐性，他快要插，快要插到底下的时候，你再补水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补水的话，它香气就锁得不够。好，安尼，已经要来就去啊，好，安尼，较紧来补水。啊，最后一次要把它全部旁边扫掉。对啊，好 ，OK。大家最讲纯真些嘞，大家讲奶油最纯真些，乖啊，大家对。他哎，我有带一些，如果有学员想要试试看，像这个的也可以，也可以用这个。那个的话就不好说了，品种。没关系啊，那我们。气泡嘛，我们也可以冲冲看啊。那我再冲一个那个平底。好，对我再冲一个平底。然后它其实它会这样慢慢凹陷下去，变成一个像山谷锥形的山谷状。啊，中油边啊粗，嘿，中油边啊粗。啊，你冲开迄咖啡啊，咖啡粉爱是无夹水的哦。但有夹水的，表示讲冲失败去啊。等下。卡滴个差不多的时阵，迄摸开是安尼哒哒，无夹水，为个迄感觉夹足侪水的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失败。煮柴缝也一样哦，虹吸煮完之后啊，它上面那个小山丘，或者是不管有没有小山丘，平的也一样，是干的，不能那种像淤泥一样呢。哦，安滴了用水出水，那就错了，因为它好的成分精华没有退下去。夹伫个粉内底，水甲粉夹做粉，迄个表示讲你倒一个所在步骤唔对啊。比如讲下来的时候，可能动作哦拖伤久，哦伊安尼水无多落啊。嗯，好，那到最后就是像这样子嘛，它会有一个尖尖的锥形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安尼就会使甲摕去边啊。它刚刚好是一人嘛，对不对？它就是。就都会刚刚好一人啊，不会，就是反正你冲三次，